2021年10月23日，爸妈带着我搬进房车，过起了旅居的房车生活，说这样就可以带我走遍美国了。时间在我每天的吃喝玩乐中很快的就过了一年，好期待下一年将要去的好地方和好吃的呀。在这之前，还是先带你们回顾一下我们这过去的一年吧。